他高傲，但是宅心仁厚；他谦虚，但是受万人敬仰。他究竟是神仙的化身，还是地狱的使者呢？没人知道。但是可以肯定，每一个人都比他应该称好。我的名字叫做齐天大圣。笑一个，来来来。我这辈子已经受了太多的挫折，我实在太累了，我真的支持不下去了。你只欠一个机会。是啊，你这死跑了跑了。其实我是一个演员，跑龙套的不是人吗？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？整天臭屁到处教人演技，学人讲理论，简直侮辱演技这两个字。你勇敢一点，你的机智跑哪去了？我心中的那团火不会熄的。凭什么？你怎么顶啊？顶得了？你顶不了。顶得了。喂，你送到哪里去了？向前跑，迎着冷眼和嘲笑。对不起了，对不起了。我不对题吗？我怎能感到你气？看不起我啊你？这不好吗？让你活得丰富，死得精彩。我这样不是让人家说我行，而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我一定拿得回来。做人如果没梦想，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？喂，你看前面多黑啊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也不是了，天亮之后就很漂亮。大师兄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感觉到全部都回来了。哇，功夫绝对是适合男女老幼的，打打杀杀大家对他的意见。功夫更加是一种艺术，一种不屈的精神。之前他们都是一流高手，您厌倦了武林争斗，退出江湖。绝世高手就在这里，最后正邪不两立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天下无功，无坚不破，唯有不破。其实我们早就应该想到，他就是万中无一的绝世高手。想学啊你？我教你啊。喂，你上次说咬我是不是真的？是啊。没骗我吧？当然没骗你啊，等着你呢。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，我没有珍惜，等我失去的时候，我才后悔莫及。人世间最痛苦的事，莫过于此。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，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的云彩来娶我，我猜中了前头，可是我猜不着这结局。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：我爱你。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，
希望是一万年。多谢你们的支持，多谢！今天扫地的，扫地的不是观众啊！多谢你们。